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《大神别走》，英文名字叫做《Running God》，是一款韩国出产的游戏。那韩国出产，所以画风精美，在手机上。声音还不错。군주님생명의힘이넘쳐흐릅니다点一下中间这个。수신의힘너에게他是在撸窑吗？재능이보이는군他是在撸窑吗？真棒，好不好？这个名字英文叫做 Running God， 不晓得跟 Running Man 有什么关系，我不知道。它的故事内容呢，是在说那个大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可是他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就要毁灭。所以我们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，不是啊，我们没有要拯救世界啊，我们是为了要找到那个神，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抛弃这个世界，可以不要抛弃这个世界吗？让他重新对这个世界燃起希望，类似这种感觉啊。那这个每一张，目前它有三张地图，目前游戏出到现在目前有三张地图可以打，那分别就是这个城啊，路马利斯城，就是第一大关啊，第一个世界和第二个世界，每个世界都有30小关啊。真皇国城，这是第二个世界，还有第三个世界在这边叫做艾帕波尔城，共有三个世界，每个世界呢就会出产不一样的怪，难度也会不一样，那玩起来的感觉当然也就不一样啦。它每五关，你看第一关，所以我们拿第二个世界来讲，你看二之一就是火属性，二之二就是水属性，二之三生属性，二之四光属性，二之五暗属性，哇，这分配实在太棒了。这个分配实在太棒了，就这样一直上去啊。那个相生相克呢？大家可以看你的右手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边右手边那个有一个圆圈圈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啊，就是这里。提醒你们，就在这边相生相克，就在这里啊。那光暗互克，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再解释了。我们就进去啊，打一关。目前呢，它有普通的难度、困难难度、地狱难度。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困难不是在最后一个，中间应该叫做中等难度，不是吗？不管，他就这样讲，我们就这样讲。我们现在就推第二个，没推过的来推，有没有？过关奖励两颗金色铃铛，金色铃铛凑齐30个就可以去抽英雄。我们就是要去抽这个，我们来花三个水滴可以进入战斗。我现在有105个，越打越多水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打到升级他就有送，然后破一些那个每日奖励都会有送，水滴用不完啊，实在太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选一个人来加入我们的战斗啊，就是你了啦，恭喜你加入我们的战斗啊。我们就开始战斗，读取画面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提示哦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冲过去放技能，你不想用手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你觉得战斗太慢，你可以按两倍的快速战斗啊。你不想自己再按慢慢按技能，你还可以按自动战斗。不过这些都是要等你的等级够高才可以做哦。英雄快死的时候还可以按恢复，恢复有没有？你看我的英雄就恢复了，然后我还可以召唤我的朋友出来打。这一关有点难那个什么彩虹小马，有点强彩虹小马。这不彩虹，这个就是秋风的小马。秋风小马，不要这么强好不好？我的英雄快被打死了。他的失败有两个方式会失败。第一个就是我的君主被打死，这漂亮的君主死了，或是我下面的英雄5个都被打死。哎，可惜啊，我被打死了，可见我不能推那一关。我已经全部推完，竟然推不了那一关，有点难过。我们打普通难度啦，我们要报仇一下啦，报仇血恨一下，硬是要把它干掉，有没有？刚刚普通难度，要不是我有一个角色刚刚升级，会打输，有没有？这个七级的秋风很勤奋的练功，他本来只有三颗星啊，我就把它升级成四颗星。所以他的等级就回复了啊，本来练到40级满等了，结果又变回7等了，有够可怜的，所以才打输，不然
我怎么会打输这一批秋风小马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怎么难度差这么多了？我刚才是按到困难吗？我不是按到地狱是不是？这难度差的有点多。好了，闯关成功了，喂、欸，恭喜我闯关成功。那我们就闯关成功 ，BOSS 关卡闯关成功，可以抽额外抽奖。噔噔噔噔噔，耶！确认，哇哦，值得一试的讨伐道具，我已经拿到275个嘞。嗯，这个它会有一些那个奖励任务，它可以在整合任务里面获得，有没有？哦，他说当我的君主到达40等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让我抽奖，这个是抽奖的球球。它还有一些每日任务，当你每日任务全部完成，每日任务有七个全部完成的时候，它就送你三颗铃铛。诶，听起来好像很棒。一开始它就会送你一只可以升到六星，最高六星的英雄。一开始四星可以升到六星，要好好练，好不好？人人都有希望拿到六星，要好好练它。再来就是抽奖，抽奖可以抽到一些英雄。诶，看来秋风的运气不错啊，都抽到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彩虹小马啊，哦，还有这个我没有用啦，我看一下我的那个队伍好不好？我的队伍目前我的队伍是这个，我直接用介绍的这个四星，目前四星可以升到六星，这个也是四星的 him， 我应该还是要在这边介绍对不对？五星，哎，这个有五星。可是这一只我没有练，因为它的潜在不好，虽然有五星。为什么练这一只？这一只是我仅次于一开始的角色拿到的第一只，第一早抽就抽到这只了啊！秋风人品真好，不是我在讲，硬是要讲有没有？那他我派上场的大概就这三只有没有？加一开始的那一只加这三只，这三只都四星，可以升到六星，有机会升到六星。还有这一只刚刚升上去的，本来它只有三星，抽到的时候只有三星哦，可以升到六星。这个就是要有毅力、恒心与爱，就可以让它慢慢升级。那我们也可以强化英雄。英雄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加一？有没有哦？那个什么五星不够还要加一？为什么可以加一？就是有强化，我们去强化它。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英雄去强化它，譬如说我不要这一只英雄，就强化它，成功率 53%， 按下去，这赌人品的时候了，噔，是什么？强化失败，什么人品？没人品，不行，我不开心，我们再来强化，我们再拿这只好了，选择材料 39%，50几%都不会成功了， 39% 怎么会可能会成功啦、啊？继续强化，连四星都拿去强化，成功率81%，这个再没有成功就没天良了。强化，哎呦呦呦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成功了哦，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，加二，有没有？我的英雄加二了，那最高到加十，好不好？英雄可以加十，加十英雄跟加十控制感一样强。那你们拿一根粗粗的不晓得什么东西，那英雄可以强化。也可以合成，有没有？合成就是把一些英雄合一合。他是说三只英雄，我们来合一下好了。这个合成有没有？三只英雄如果都加十，保证会出更高阶的英雄。目前我们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不想合成。告诉你们，英雄也可以合成。你看牛头人加，我们还是稍微合一下好了。牛头人加这个什么水轮达轮。再加两只水达轮，等级上升率才38而已，要花50000多，没钱，抱歉，不要。还可以提升技能，有没有？只要有钱，什么都办得到，因为提升技能就是花钱，有没有？花120000可以让3级提升到4级，我已经3级，我已经花很多钱了，花很多钱在这一只身上，可是我没有钱了，6万我也没有，怎么这么多啦？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啦？哎、欸，有了，15000升级，有没有？那就可以从一级升到二级，保证会成功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技能就是可以成功。有钱，这个英雄就可以学到更高阶的技能，才太棒了。还可以界限突破。什么叫界限突破？比如说这个英雄，他最高
最高可以升到69级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只能升到69级，感觉怪怪的呢。我们界限突破一下好不好？哦，选一只一模一样的去界限突破。哦哟，哎哟，一万八让你界限突破。蹲蹲蹲，哦，最高等级也不是啊，最高等级从50上升到60了。刚刚那个69是写什么意思？卡片数目是不是？我不晓得，这个老实讲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上升4级了。哇哇哦！我还可以继续让你界限突破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可是没钱，好不好？所以钱是很重要的啦。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进化，有没有？这个有界限突破一。接下来要讲的是进化，其实我还是有一只可以升到，有没有？当你这一只练满等级，它可以最高40级。当你练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进化。进化的时候要打进化材料，我插一个进化材料，有没有？大大池 Q 宝，大大，因为它是大大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哦，大大你好，它就可以上升到四星，四星就可以上升到五星，五星就可以上升到六星。不过越升到越高星，当然这个大大就越难请啊，越难请到这些大大，可爱可爱石鬼石就要。就要打大大啊！我们就让大大让我们升级。好，那个英雄的升级还可以，还有一个叫做随机升级啊。譬如说我这个刚升级嘛，我好不容易让他从三星变成四星，我刚刚让他升级了。可是三星变成四星之后，就经验值很低啊。我们就可以花我们的铃铛去让他提升经验。可惜我没有30颗，太可惜了。那有梦最美，我常常讲有梦最美。这边是英雄图鉴，那个。可以看一下有没有70级英雄，六星70级 ，HP 多少，攻击力多少，永梦最美啊，希望相随，爱就在你身边。那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我就不要再看了，因为我没有拿到，看的时候有点淡淡的心酸。自己讲有没有？这里就是我的英雄。好了，我介绍完英雄之后呢，英雄不可能空空的。根根欸，什么都没有穿就去打怪，这实在太不合常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会穿一些合乎英雄的装备嘛。像我的英雄就穿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装备，装备道具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高级一点的。哎呦，这个20%，这个因为加三加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丧心病狂拼命的加它。我们来提升技能防御力，提升这个啦，跟他换下去啊。虽然比较少一点，可是还是想换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这个有没有比较强？没有，抱歉，没有，不想换啊。40级的衣服，哎，我身上穿的比较强，没有，我现在目前没有手套，鞋子嘞也没有比较强啊。罕见的那个装备的等级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装备的等级是从没有那个没东西。就像这个鞋子，一般的鞋子，优惠的鞋子，就是路旁打折的鞋子啊、嗯，就这个鞋子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这种值得一试，好不好？就是绿色的值得一试，就比优惠的还好一点。再好一点呢，就叫工匠。哎呦，听起来已经蛮不错的哦，工匠等级哦。再接下来就是罕见，就紫色的，肯定紫色是好东西。比紫色还好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一种。会发亮的，莫名其妙在那边发亮的，传说中的鞋子，既然都传说中了，被拿到就不传说啦，对不对？这就可以试着去拿，大家可以试着去拿传说中的鞋子，然后传说中的鞋子冲这个，你看我这边有加三，表示表示它可以强化啊，物品可以强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对，我们想强化这一把剑，就强化它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哎，要选择一把剑，哎，成功率84%，这样没有道理不成功吧？叮，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，冲完了，加一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不但那个英雄可以冲，不但英雄可以冲，连装备也可以冲，好不好？英雄能冲，我已经觉得很神奇了，装备能冲，觉得还好。那你就可以想办法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到这种？罕见的装备，或是这种传奇 NNA 黄色发光的这种装备呢，就是要打副本，你就这样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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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或是你去推活动副本，活动副本有一种就叫做 BOSS 副本啊，每天可以打三次，他会给你三张券啊，你每天可以打三次，打到的东西就是你的。废话，这不是讲废话吗？秋风怎么今天都在讲废话？总之，你去打这个副本，他就有比较高的几率要比较神奇的装备，说什么什么诶。什么稀有的啊，传奇啊，传说啦，不是传奇，传说啊，这种装备，或是你想要升级，也是来这里打，然后可以打稀有装备之外，还可以打升级装备。目前现在是几点？那你就可以，他就开放哪一个等级，开放什么？欸，这里目前关闭中嘛，目前没开放，目前时间是这个，就是开放这一个让副本让我们打，你可以选择一般的材料，一般的材料你可以看能获得什么，获得这一个。什么什么 QQ 不知道 Q 什么，然后或这个获得大大啊，这个可以获得大大，我们来打一下大大，可以获得大大的，我们就去打大大啊。打到之后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英雄升级。英雄升级除了打大大，还有一个就是要等级要练满，就可以升级，就可以升级你的星星，就变得更强。这不用我解释了吧？五星比四星还强。这个自古不变的道理应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哎呦，有掉一个问号了，有没有？那一个就有可能是 QQ，有可能是大大。哎，我的人快要死掉了，按一下恢复，恢复完成。哎，没事了，继续打。给我掉，我掉吧你。哦，大大，快掉，大大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哦，那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抽好不好？先抽奖。这种关卡过完之后呢，就有三张可以给我们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三张卡片？哎，抽到一张那个工匠的戒指，完毕。这个不是大大啊，只有掉 QQ 而已啊，小 QQ 不是大大，太可惜哦。没关系啊，目前我也没有要升级。那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看刚刚经验都加零，因为在这个副本里面，活动副本经验没有经验，它就是等于打宝打升级材料。要去故事副本才有经验，所以如果你要练的话，很推荐是这一关啊，很推荐是哪一关？这一关，很推荐是这一关啊，王冠最后一关，第三十关，讲起来就是这样啊，第三十关，对，推荐是这一关啊，它可以给你100的经验，很快就升级了，好不好？嗯，而且。花费的水滴超少，有没有看到二而已？哎，刚刚活动副本是25哎，这个才二，太划算了，太划算了啊！留得想打的人去打。好啦，这个介绍完活动副本之后呢，我们介绍一下商店。商店这边呢有一个叫做银色铃铛抽奖、金色铃铛抽奖、黑色硬币抽奖，这个就是要去抽英雄，好不好？那个银色铃铛怎么获得？跟朋友啊，跟朋友垃圾赛就可以获得。你加好友啊，跟他有一些互动啊，或是破一些什么每日任务啊，就可以有机会获得银色铃铛。啊，我们来一下啊，抽一下，看我们的，哎呦哎呦，吐了，哦，吐出什么好东西？我天哪，只有一颗星欸，居然只有一颗星，怒！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金色铃铛啦，那个银色铃铛实在太让人失望了，才抽到一颗星而已。银色铃铛呢，保证3颗到6颗星、哦、抽到好英雄就要靠这个了。那个除了除职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这个金色铃铛呢？当然就是靠任务啊，靠任务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每日任务全部完成，赠送朋友5个水滴。好，我要赠送朋友。来啦，好朋友，送你水滴，送五个，一个两个，其他我都送过了啊，抱歉，我都送完了啊，没有，还有5个，我的朋友很多嘛，不要紧张啊，5个随便送啊，5个水滴送完了，所以我就可以领，哎呦，再领15个水滴，领3颗金色铃铛，哇，哦，获得5星英雄，突破一次。都收起来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样子，我的铃铛25个，还是不够抽，好不好？有可能再过2天我就可以抽了，
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硬币抽黑英雄，要怎么抽黑英雄？就是要黑色硬币嘛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怎么获得黑色硬币？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平常行动的时候是用这个水滴，有没有？水滴行动，那它这个就打副本，打那什么一般副本、故事副本这两个活动故事都是用这个水滴。那打排名大战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剑啊，很剑，一把好剑，就去挑战排名大战啊，按下去。打赢之后，我到59级，会不会太高级啊？欸，我怎么那么衰啊？不打了，可不可以啊？59级，你还虐菜哦？赶快打死我吧！PK 这个就是运气啊，它会随机帮你找那个，帮你找队伍，那个不是队伍，随机帮你找对手。让你去打，他说要不要复活？当然不要啊，输了就算了嘛。15级，哎、欸，哈里逊福特，谢谢你哦、你不拍电影还来给我打，实在太感谢你了啊！前一招干掉他啊！刚刚我被人家虐菜，现在换我虐待人家了，有没有？换我虐待人家，哎、欸，打赢了就可以获得，有没有？获得两个硬币。那我现在还可以打8场，我一口气就把这8场打完，就应该就可以有30颗了，我们就可以去抽奖了啊！再让我打一下，哎呦，排名上升嘞，我排名上升到11名了。看一下我的排名，我现在那个这个应该叫做点数是不是啊？那个排名点数169，哇，打赢了欸，27胜8败。上升到11名了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点数打完了，可惜还不能抽啊，不好意思。等你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抽啦，你就可以抽到黑属性的英雄。那我们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喽啊，好可惜哦，竟然不能抽。我们下次再会喽啊，下次再会。我有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我好像。我的水滴怎么比一开始介绍的时候还多啊？越打越多，打不完呐、啊！可以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真爽！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喽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